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把极限狙猎模式的单四台，在P城全程都可以练习听声辨位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戴好耳机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我们回到正题。接下来的这一波很好的可以练习听声辨位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戴好耳机。可以看到假车库顶上有一个，但是我这一波被左下的脚步吸引，所以我的视角在左下并没有发现它。仔细听，已经跳到我后面迷宫楼楼顶了，跳下来了。进房子的声音比较远，说明他进去救队友了。后面过来一个脚步，直接补掉，防止爆点。继续听，扶起来并走过来了，已经进来脚的库了。这个是上到二楼房间的声音，到阳台了。接下来这一波是整局打的最刺激的时候，被夹在中间，最后惊险灭队。找好位置打药，不要犹豫。这个楼还是比较好守的，所以一定不要着急跳下去。决赛圈的这一波整个直播间都笑了，还好最后剩三发子弹，惊险吃鸡。哎啊，复活之后我们子弹不多，所以一定要小心谨慎。就剩最后一个开车的了，子弹不多，所以一定不要乱开枪。哎，吃鸡！